11月15号的星期日的抽鬼乐，3、2、1 A 选，来抽抽乐。抽鬼乐，好啦，每人50块零用钱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呢？等一下，我在学校，我怎么可以接近？再来一次，如果是反面的话，我就抽正面，就不抽，反面抽。99欸，送你一个香香。不要。106满五。五有。好，怎么样？明信片自己选哦。耶，姐姐一张，妹妹三张。是素描还是手稿呢？如果知道的话，在底下留言。他用铅笔，用橡皮来擦擦看就知道了。不然是铅笔画的啦，这是硬的啦。嗯，是硬的。对，是硬的。再看一下其他张，是硬的。它这个是《鬼灭学院物语》的 Nezuko 酱。那我不知道什么。这个是九柱。照片，对。那这个是Kamado Tanjiro那个累的时候，因为他这里有那个米豆子的血，那个米子的流血。这是。帮我 P 个图。是个嘞。不要。哎。然后这个是 Nezuko 和 Tanjiro， 对。然后这个是炭治郎。和伊诺兹给和真一只，他们不知道在搞什么，然后突然犯错，然后就因为他我看到的是很多画。好，那这个的话是奈子口写鬼术暴血。相片姐姐与我们晚上6点多去相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他要记得订阅我。